可以看到啊，他这里每天都会有成长任务，就是你领取的成长任务就有三次浇水的机会，三次浇水的机会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植物的一个植物碎片或者金币或者钻石。你可以看到每浇三次水可以结出果实啊，果实里面有这个有钻石碎片还有金币，我们可以去浇个水。测试级嘛很正常的啦，那就每浇三次水都会有一颗植物，都会结出一颗果实，是一个植物的碎片。这个是免费给金币、钻石和碎片的活动啊。然后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哎呀，点错了，本来是想点那个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去刷新果实，然后刷新果实呢，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反正每天去完成任务呢，现在是有获得任意的植物碎片。获得任意的植物碎片可以有，还有就是去通关任意关卡可以有，还有就是打挑战打的次数可以有，这三个方式啊。每天十二点的时候呢，都是每天十二点的时候都是会重新刷新的。欢迎说唱，这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啊，良心树啊，良心植树活动啊，不要再说我们坑了好吗？这是良心的植树活动。对，好了，我开始给你们那个 PVP 会有这个碎片吗？有啊，你任意关卡就是都可以那个，当然很良心啊。谢谢说唱送赞，谢谢。免费钻石是广告，我们就不看了，给别人公司做什么那个呢？对不对？我们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植物，然后去问问题吧。让我看一看哦。有 PVP 啊， PVP 有呀，不要钱呀。如果他是购买的话，是两个钻石可以购买五次的浇水次数，但是你不用去购买呀，你不需要去花钻石啊，你直接做成长任务就可以买了呀，直接做成长任务就很简单呀。你获得任意的碎片，而且它这个是叠加的，如果你获得了一个，它会在下面一个也加一个的，这是一个叠加的呀，这个很良心啊，我不知道哪里不良心了。好了，我的问题是，对，戴眼镜啦，已经更新了吗？还没有，这个iOS 在下周三之前会更新，安卓就要看各个渠道更新的时间了。好了，大家听好了，我的问题来了。我的问题是，豌豆荚是毕业于什么学院的？豌豆荚毕业于什么学院的？豌豆荚是毕业于什么学院的？什么学院的？时间限制，这个不肯定啊，不一定啊。豌豆荚是毕业于什么学院的？去看一下，不知道的，哎，不要乱刷好不好？豌豆荚，哎，飞行学院是个什么鬼？豌豆荚是。